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和大胖回我爸妈家了。因为有好多网友都问呢，说我爸妈这房子装修咋样了。我们平时在牛肉饼店太忙了，没有时间过来，所以今天正好抽空回来看一眼。安家修，这块因为是农村嘛，韩国老年人居住的比较多。看我妈自行车还在这放着呢，好长时间没人骑了。好久没回来了，看看屋里装啥样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都整啥了？四边墙都贴完了，门也换了，壁纸都贴了，然后这是卫生间，瓷砖也都贴了，完了棚顶也弄了，浴霸加上这个马桶洗脸池都换新的了，然后加上面地砖，啊，这里可以放东西，挺好的，放手巾啥的呗，是吧？这个屋地砖没整呢，是吧？窗户也换完了。啊，这窗户也换了，塑钢的，这家好了，不能冷了，冬天，是吧？这一整有点像新房子的感觉了。啊，然后这个壁纸是我们拿回来的，这铺这块多好啊，又省了不少钱呢。然后门也安了。啊，这块看着有点黑。是，这看着有点暗。嗯。然后这个门都是新的，这个门颜色咋样，媳妇？还行。然后这块窗户也都重新换的，外面也是。这窗户贵，整这窗户就干了400万。然后这边的壁纸。这整壁纸省不少钱呢。是啊。再看看这下面，瓷砖贴了，上次来就贴了吧？上次来没贴。然后这块刷的那个白灰，这棚顶也重新刷了，还行，整的是我媳妇儿。然后这是农村的外边，风景、空气啥的还行。现在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把这块堵上了，是吧？屋里瞅着暗了，不通透了，是吧？就往这个柜子打完，啊，就整体感觉就都能出来了。是啊，就差这块完事了呗，加上铺地板。嗯。快了。吊棚也整了。咱爸妈买这房子5000万，加上装修2000万，7000万，花了将近30多万，在韩国农村买的房子。嗯，也行。挺好的，老人住，要租房子一个月还不少钱呢。嗯，咋不说也是自己家呀。嗯，主要是他们在这边当时上班习惯了嘛，完了这附近人都认识嘛，所以就不想折腾别的地方了。然后屋里空调够咱爸妈别要了，这个太大了，占地方，而且这是老的空调了，费电，到时候看看在这墙角哪块安一个小的得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小的也没多钱，这占多大地方啊，而且费电呢，这得搬出去，是吧？嗯。还有啥改动的吗，媳妇？到时候还得整个那个柜子。打个柜儿啊。柜子还没进来呢。柜儿得打，往这边打吧。得打这边。墙壁柜儿。啊。打完了就不能换床了，换床就太窄了。打这个假不好，你看那边窄嘛，这边宽嘛，我得往这边打。往这边打，你多就打到这就行呗。多堵得慌啊！一开门，没事吗？嗯，到时候再安排吧，是不？嗯。必须得有柜子呀，我看这屋用不用打？这屋也得打一个吧，是吧？这块儿
打两个柜子，然后吃饭的时候整那个饭桌子，直接别在那个蹲着地下坐着地下吃了，直接搁这块整个饭桌得了，是不？是，我是那么想的当初。嗯。但是不是爸工地啥的多吗？爸现在也不在工地上班了，没。还舍不得扔啊。该处理的都得处理了，这新家了，不能整那么多东西了，是吧？嗯。这下子，哎呀，冰箱啥的还得买呢，新的。摆这边。哎，这东西也不少，一寻思寻思，这个房子能有中国平数多少平？50平。也就那样呗。嗯。它韩国的卧室小。是，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也没有啥客厅，就厨房呗。嗯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了。下次来可能又不一样了。下次来的话，估计就得搬家了，没有时间过来呀，是不？这块其实不应该挡着，因为咱们这炒菜啥的嘛。到时候正好这块有窗户嘛，通透嘛，上面有个排烟机也没事儿，挡就挡吧。然后这边是洗碗的地方，嗯，然后这块是玩家柜呗，嗯，这边可能还要整个鞋柜儿，嗯，整个鞋柜儿，那原先上面这块有个鞋柜没了，这边没有，那个是咱楼下那个家，啊，然后这个好像也得重新整一个。嗯，是吧？瞅着太旧了嘛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了。跟之前的房子完全是两个样。嗯。好了，咱俩准备回家吧。嗯。给我爸我妈报告吧，也让他们看看视频装啥样了，要不两位老人不放心呢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